先要净水，净水跟精米就是按其中加点。好，加点。这个净水口啊，先把它插进去就可以了，然后打开阀门。过十秒，门灯亮了以后，按设定水，一瓶温度132度。然后再按设定键，这个是输水时间。这是灭菌时间。这是干燥时间。我们设定，然后再按一下。应该是进水，进完水，进水中吸密，然后按启动键，按确认键，加热灯亮，灯亮，加热灯亮，然后加热，啊，这样一定还要对不对？进水啊。要清放点。停。放这东西，我们得省的，放这水在放需要的，它上面。